小林玩具。好像放在仓库里了。哦，那快去拿。还没找到吗？我记得在这里看过的呀。哦，找到了吗？电风扇没有找到，不过找到一个好玩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吗？首先要在蓝罐子里面加满水，然后随机拔出红棍子，如果拔错的话，水就会从帽子底下流出来哟。怎么样？如果带上这个拔出这些红棍子的话，那里面的水就会流下来，就会流到我们的脸上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当然了。那就开始吧。石头剪刀布来决定顺序。来，石头剪刀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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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赢的先，当然是输的先啊！你这是哪来的规矩？带上吧，快点。那我就要先开始拔第一个了。那我就拔这根吧。我先拔一个，我这个三点钟方向吧，三二一。OK， 帮我拿一下，清凉一下。现在就剩四个选择了。对，一二三，我还剩最后两次机会，最中间的这个。OK， 来，三二一，水流下来了。中间，流流流，快点，水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吧，这个。我真的没机会，哇，没有啊！我的头很干，很干，很干。来，让你。到谁就是谁。肥羊套啊！走开！石头剪刀布，我输了，那我先。然后大家也会，赢了也开心，对吧？就，这里面会是谁呢？不会是写的龙龙吧？就，拔一次，那就是我喽。我要拔这个吧。啊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七分之一的几率应该是不大的。耶！再看看有没有那种不拔的，有，应该有跳过，也有不拔的哦。我感觉应该有什么，拔两次，怪人拔取，怪人，这是我啊，这一次这个吧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下了一大片雨。我今天这么幸运。拔一次呢？拔一次！我真的在旁边看得好开心呀！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拔这个好了。哎，这个。我连拔三次了，朋友们，完全就是超级干燥。拔一次，很爱。三二一，落汤龙。哦，好凉爽，头顶没有没有没有，头顶凉凉的，没有凉凉。OK， 不可能。换人，又要快到，对，
饥饿快到你了，到等审判的结果了。哇，这个为什么每次都要到比较后面才会出？就是我们好像很会拔，真的很会拔。来一个，来一个换人的，来一个拔两次，拔两次。哦，这个会换人，换人拔，又是换人，好吧，拔这个吧。好干，拔三次，我抽的，请公布你的结果吧，请公布小林的结果吧，拔两次，哇，也是到最后一根，哇，已经漏水了呢。再玩一次，反正赢的还是。哇哦！我们再战一场。反正这一次我肯定也赢。再来一次，随便喽。不行，我不服，再来一回。再来一次，真的再来最后一次，真的最后。你湿了吗？全身都湿透了。今天不用洗头了。我们也差不多了。你不用洗澡了。哎，进去吧。行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拜拜。